一个时代，那我们一起起来巨星了，对对对。今晚要过来介绍这个巨星哦，不得了，哦，伊安尼大街小巷，哎呦，大场小场大巨蛋哦，唱过人的后边行啊。哎，听说从必秀一当中，他都是压轴啊。哦，上高唱，叫大牌啦。我嘛是听伊的歌多呢。啊，今晚今晚我嘛在唱伊的歌。是，真的真的。伊的歌拢大家朗朗上口啊。大家朗朗上口。对啊。是是，这位吼，为十几岁出道到今嘛，是声无变，拢人嘛无变，就大牌无变。有影哈。一直不去听你。哇，那到底是谁啊？那么厉害。一起来欢迎吴世典。小甜甜，四海游侠重情义，四海游侠无爱名利。不平不勇气，不留作品为灵异，当今最爱用情义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四海游侠用情义，四海游侠不爱名利，为国为家为自己，为情为爱为兄弟，刀山剑海也敢拼。好，是，嘿，四海游侠用情义，四海游侠不爱名利，打抱不平不勇气。不留作品为灵异，当今最爱用情义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四海游侠用情义，四海游侠不爱名利，为国为爱为自己。为情为爱为兄弟，刀山剑海也敢拼。Yeah！ 哦，谢谢。四海游侠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哎呦，兄弟，感恩了。那得谢谢物己剧团。哇。因为老师也非常的辛苦，太好听！哎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是是是，一个哈好消息，哇，跟他认识啊哈，在好几好几以前有蓝宝石的时候，在那边碰碰在那边驻唱，我们这个哈大歌星呢，那个时候拍电影啊，他在电影拍的第一部电影很有名嘛，然后就到蓝宝石就随便登台，哇，一嘴随便，随便的呢，他叫我姐呢，随。片登台，迄阵啊吼，一世界安尼，没迄阵一九世界安尼啊，啊，即阵嘛世界安尼，永远不会老呢。拢无大掉，你是讲塑化剂大呢？你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？没必要教大家，教大家啊。他叫做心理，较自然，讲他那个真少岁啊，对吧？心境保持年轻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